那我们讲一下说今天特别来到执行市场，那这一次好像也是您从参选以来第20多次来到万华这边，是不是要努力来降低在万华疫情期间的筹控？我还是常常强调，就到市场来看，还是多接近人民哈，跟市民多接近、多了解，好，那争取大家的认同。部长想问一下，三立跟 TVBS 要联手主办首场的台北市的电动会，那即将在10月5号会登场，那部长有信心吗？那这也是首度两家一起来合办，你怎么看？但我想新闻媒体他们怎么样合作的话，那我想是他们在形式上面做，那所以我这边是对能够有一个辩论的机会，我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整个政策在这段时间能够越辩越明，让市民更了解，不要流入这种所谓的负向的选举，我是非常期待。我想好好问蒋万安跟陈时中跟黄珊珊说没有，那我们就保留吧。哈，柯文哲说他感觉民进党已经放弃了台北的战场，放弃陈时中，部长会觉得有放弃吗？没有吧，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因为林胜东呢，他之前是有批评过指挥中心，说好像先打一拳再道歉，那当然部长也没有澄清说要终结疫情，可是呢，柯文哲现在又在呛说，难道是说局长要继续打吗？这样好像很傲慢。第一个，我现在已经也不在指挥中心。第二个，我在昨天也强调，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好，那我想这个话题就到这里。我是强调，从来没有攻击的意思。部长，您说是抗共不是抗中，抗中不是抗共，抗共不是抗中。他就蒋万安昨天在专访上面说，操作这些议题都是选举的伎俩，然后也说这都是在卖红国奖。好，那我想。任何要竞选的话，我们的政治人物对于抗共这件事情要有正面的态度，用这样子的回答，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想问那个现在民进党打高虹安的关系，有人问民进要问过高虹安这件事，那柯市长认为说，现在民进党全党都在打高虹安，好像把您放生了，你会有这样感觉吗？没有，我想高虹安大概有很多的问题被讨论吧，就是这样子的。部长，那另外就是说11月5号，我是说三立跟 TVBS 主办一个政见辩论会，那不知道说您目前准备的方向是什么？有没有特别找人来跟您练习？当然我们常常就会跟我们的议员们哈来了解一下市政跟大家的一个看法，这是不断的在讨论中。至于在辩论本身，我们是非常期待，我们看现在整体的一个选风都走向一个负面的选举，我认为这不是民主之福，能够有一个好的辩论让大家更了解，我想导向正向的选举，应该一场辩论是很有帮助的。议员辩论之外有其他的没有跟议员辩论跟议员讨论讨论之外有其他的练习找当然当然有各类不同的各种不同的专家学者，我们都就着相关的议题来做深度的讨论。部长是有您刚刚有提到这个万华的部分哦，就是说林东他提到说好像这种道歉好像对他来讲像警察打人，就是打人的部分。那你错过了，我知道，对。那因为部长就是说像这样的说法，会觉得说会再一次道歉，或者是当面再跟他再聊一次。没有，我就讲过，从来没有攻击的意思过，我从来也没有攻击过。部长，您为防疫的成绩让选民认识，但是好像也因为这个疫苗以及一些政策被对手拿来攻击，是不是变成一个包袱？那不知道您怎么看？我想在疫情的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好，那能够再做的话，我还是会持续努力。那现在卸下指挥官下来选举，那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正面的评价。现在高端疫苗还有1/3要丢掉，会不会有点不得已？疫苗就是到有一定的期限啊，都有一个效期在，那正常的使用，那会有丢掉或是逾期的，那当然就不能用了。那那管吗？他刚刚在脸书。疫苗保持年限是7到10年，跟你所谓的。好像问的太多了。那我们想想，刚刚管妈有在脸书PO说黄珊珊在选举之后呢，好，因为他昨天帮那个疫苗评说1000分里面的80分，那就是他选举之后好像变刻薄，然后跟柯文哲变成说辱骂二人组，你会不会这么觉得？我想这个评论是正确的。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部长，
你们要先协调。大家都愿意了，对啊，我们要这样，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愿意哦。那个都是不是先来有先沟通？不是不是，没有人限制你，你是最后才来的，你是最后才来。不是，你跟谁沟通？你跟谁沟通？你没有跟任何人沟通，你问了五题了。为什么要问？我问你，要你同意吗？没有，不用，不用我同意，不用我同意。但是你们要尊重你们其他的业者啊。他们说 OK 啊。谁跟我没有人这样讲啊？没有人这样讲。不是啊。不，我觉得媒体你不能限制媒体。没有人限制。没有人，我们是最 open 的。大姐，我刚我们最 open 的，你们自己哦，你们自己的意见好不好？没有没有。哦，对不起，这里我跟你道歉，对，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不能这样讲。大姐，我跟你道歉，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你现在讲，我跟你道歉。我没有意见，道歉。你们自己讲好就好，你们自己讲好就好，好不好？你们事先跟我们讲好就好。不是你没有跟任何人讲啊？不是我就来了，然后不愿意就是嘛？你不想说不愿意，我就不会那最后就继续问你嘛，就不要回答。你不要最后一个来，要一个人问五六题，这不好了，这不好。第一个来，是你没有没有，是你们。你自己讲的，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这样，每天都可以问问题的，你怎么会这样子？不好了。好，限制问题，我知道意思了。没有人限制，但是是你们业主之间这样不好。你们上次就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先。推人家，这是没有推，我要谢谢你们。没有啦，你这不好啦。我觉得你这样才不好，这样就只是说你限制新闻自由。你没有人限制新闻，但是你限制提速嘞。是你是把他们弄得人家不太好，就没有啊？你引述谁的意思？他站出来啊！你自己要站出来，没有，就是说你要去针对他们，不是针对我。你是记者的发言人吗？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还要信我记者的发言人？我现在不知道，甚至都不能有钱去限制题目。我才第二次来而已。你这个尖锐对我不好，不好。谢谢。